Ah, entendí. Wow, 王登辉，来用英文来介绍了哦。往北边故宫那边。啊，那好，还没5点半呀。不容易啊。没有考上成功大学律师学系。哦，永庆高中跟王永庆先生有关系吧？以前的台湾企业经营之盛。哦，这旁边呢，长春科技大学，再过去长春医院。哦，万华。台湾土地在江阴，没有今关日表系。演活动将在30分钟后于灯会舞台前演出，将由阿里山宗族音乐工作室带来精彩的表演。欢迎大家前往观赏。往北是故宫博物院南院的。